文昌帝君英骘文节录广义节录线上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请放掌我们昨天学习到。 修善修福啊！学习到这一句啊,啊，这一句啊，专是机事的发明啊。我们简单再复习一下：世人之所蓄积，有人夺得去，无待不去者；有人夺不去，无意带不去者；又有我带得去，人夺不去者。 金银财宝、家设田园，此人夺得起，吾带不去者也。博学宏才、技艺自巧，此人夺不去，吾亦带不去者也。若夫吾带得去，人夺不去者，唯有修善以福尔。 修善到极处，能使七祖超生，百神永护；修福到极处，能使火不能烧，水不能飘，善则福之基，福则善之业。啊，这个一段我们昨天有讲过，啊，我们简单呐、啊。 再讲一遍啊，这个一段的大意啊，主要是说我们世间人呐、啊，所积蓄的啊，这个积蓄啊，啊，像我们银行存款呐、啊、不动产呐、啊、这些啊，积蓄的，那么有人夺的去。 无带不起啊，就是有一些呀、啊，机器呀、啊，人家可以给我们夺走的，给我们拿走的，啊，我们自己也带不走的啊。那还有呢，这个有人夺不去，无意带不去啊，就是别人他夺不。 没有办法夺取，我们自己也带不去啊。又有我带的去，人夺不去者啊啊，就是第三个啊，就是还有啊，我自己可以带带的去的啊。那这个带的去，就是说我们死了以后了。 那死了以后可以带得去，可以带走的。那别人他抢不走的，别人夺不去的，别人拿不走的。啊，那个是是第三个。那金银珠宝啦，家设田连呐、啊，此人夺得去，无，带不去也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讲身外之物。啊，财产，金银财宝。 啊，动产不动产，这一切，那这个这个东西呀、啊，啊，人可以给我们夺取，啊，那我们也带不去啊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自己的才艺了，自己的聪明才智，那这个别人他夺不去啊。啊，但是。 我们死的也就没有了啊，也带不去啊，别人夺不去，我们也带不去、啊。这第二个，那第三个呢？我们带得去，别人也夺不去啊，别人抢不走，拿不走啊，我们可以带得走，那就是修善修复啊。这个谚语讲啊，万般将不去呀、啊。 唯有也随身啊！我们在这个世间，什么都带不走啊，唯有自己造的善恶业随我们走，牵引我们去往生投胎，那这个就是带得去的了。那么这里讲修善、修福啊，啊，善修到极处啊，可以。 超度啊，七代祖先啊，七祖升天，百神拥护，修福修到极处啊，那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漂啊，这些灾难呐、啊、都没有办法伤害。善是福报的基础啊，福报啊是善的感应。 那这一段呢？啊，就是发明这个修善修福这个道理。那文昌帝君阴字文啊，它原文就是这四个啊，这个一句啊，就是修善修福。啊，做完这几句，再把它发明出来，把这个义理啊发明出来。那么也举了佛经上的公案啊。那兄弟两个人啊，一个修福不修慧，一个修慧不修福。 啊，修福不修慧啊，大象挂银锣，修慧不修福啊，罗汉托公钵啊。啊，只有修慧没有修福啊。虽然证得阿罗汉果了啊，那常常托钵托不到，常常饿肚子，没福报啊。但是有智慧。那弟弟呢，修福不修慧，常常破戒啊，死了多到大象。 投胎到国王啊，王宫当这个国王的坐骑啊，那福报很很大，吃得好，全身挂的都是璎珞啊，那福报很大啊，但是是畜生所以佛劝我们要福慧双修啊，啊，佛称为啊福慧二足尊。 那么下面呢啊，附带呢举出三个公案啊。昨天第一个公案呢、啊，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讲完啊。我们今天呢、啊、接着啊看第一个公案啊。广治一田名华亭，故正心自重修护中立，四至广西参议，圣心好行其德。 场均银十万四千七百两，买一田四万八百亩，善乏清两县之共一职，互役赖以不困。啊，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，这一段呢、啊，啊，这个是讲。 广治益田，啊，就是广就是很广了，治就是购置啊，就是购买啊。这个益田就是给那个农民呐、啊，穷的农民，然买不起田地的啊，提供这个田呐、啊，给他们去耕种啊，他们就有收入了。 啊，就能生活，那也不给他们收田租，完全义务的提供给他们去耕种。啊，那么这个广置义田呐、啊，这个公案出自于《义行录》啊这本书，明华亭啊，这个华亭啊。 从秦汉到元代啊，这个这个上海啊，古时候啊，它不叫上海啊，古时候叫华亭、啊，古代的县名。在古时候，在清朝的时候呢，上海它是属于江苏省管的，啊，上海啊，是一个县。 啊，那古代的地名叫华亭县，啊，是一个县。那么这个华亭啊，就是现在的松江区啊。那么从元朝到清朝啊，松江府的属县，啊，这华亭啊属于松江府管的，啊，因为这个古代这个省下来就是府，啊，那府下来啊就是一个县。 府县啊，所以知府知县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松江府啊，陆续啊，在西至上海啊，就是华亭了啊，是这后来改为上海。青浦、罗县、金山、奉贤、南汇啊，这个六县。 啊，那这个像这个南汇那边呢、啊，还有很多我们同修啊，这个这个啊，在这个元朝到清朝啊，那这个地方啊，增加六个县，那现在都。 改成啊，上海市了啊，那就上海就很大了。那么华亭啊，跟青浦啊，就是两个县。这里讲明华亭啊，就是这个顾振新先生呐、啊，他的字号啊叫仲修啊，他的父中立。 他父亲的外号叫中立啊，四字广西参吏啊，这个参吏啊也是一个官职名称，在明清明朝啊属于布政司、通政司啊，明清这个时候啊，到民国初年呐、啊，那等于我们民国这个比较高级的军事机构。 军事机构都有制这个、这个啊、参议啊,啊,啊，这个参议啊，就像现在讲参谋了。那么他啊，父亲呢啊，这个这个、啊、是总理啊，那么他做官呢，到这个广西啊，广广西省的参议啊，正心好行其德啊。 啊，这个顾正新啊，他好就是他很喜欢呐、啊，做好事了，做善事了。啊，这个好行其德啊，啊，这个德就是我们一般讲啊，哎呀，他的德行好，啊，德行好啊，他都喜欢做好事做善事。 啊，如果德行不好的人呐、啊，那那他专门干坏事。啊，这个说明啊，他的德行很好，啊，很有爱心，很有慈悲心。那家里经济比较好，常捐银十万四千七百两啊，那么常就曾经啊，他捐献。 十万四千七百两的银子啊，那这个数字相当大了啊！买那个一田呐、啊，四万八百亩啊，那个买这么多的田啊，买来干什么呢？善华清两县啊，这是华田跟青浦这两个县啊，那么提供给这两个县的供益值。 富役赖以不困啊，这个共意啊是，是指啊这个徭役啊，在古代啊，官方啊规定这个平民，那主要是农民呐、啊，就是说以前是农业社会嘛。 那成年男子啊，在一定的时期内啊，或者国家社会有什么特殊情况的需要啊，那这个成年的男子啊，就要去承担一定数量的无偿社会劳动。无偿就是我们现在讲义务的了，服劳役啊。那么政府啊，征调这些壮丁啊啊去。 服劳役，那么这个劳役啊，有利益啊，利就出这个劳力的啊，做苦工的啊，有军役，军役就像现在征兵啊，要服兵役啊，像以前我们都要去当兵啊，啊，当两年啊，那是义务役，就属于这个役。还有杂役啊，做其他的。 杂事那么这个历代以来啊，繁多而且严苛啊，那就是这个历朝历代啊，这个要民间呐、啊、出这些人力啊，很多啦啊，很多事情都要民间去做啊，做做没有钱的啊，苦劳役。 啊，而且啊，啊，这个很严苛啊，啊，那个人民呐、啊，实在讲啊,啊，生活过得就很艰难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啊，为国家服徭役啊。那么赋役呀、啊，赋就是赋税了啊，就是国家要征税啊，啊，像我们现在这个财政部有这个赋税署啊。 啊，要给我们征所得税了，什么营业税了啊，这些的啊，啊，所以赋役啊，就是赋税啊，就是交税跟徭役跟服劳役合起来的一个名称啊，叫徭役啊，要交税啊，又要去服劳役啊，那么这个当然。 一般家庭经济不好的啊，那些农民啊，是生活是很艰难。那顾正西这个人，他好心呐、啊，他买这些玉田呐、啊，他就给他们去种，也不给他们收田租。啊，一般呐、啊，你给人家种田呐、啊，都是要交田租的。 那他这个义务的都是提供给他们去做啊，所以使这些富义啊，这些服劳役的这些人民呐、啊，赖以不困，就是他们生活啊不会遭遇到困难、啊。那那真的是是做好事啊！啊，有钱他知道做好事。 啊，那这个修来生福了，修来生福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文：时待寻立松，除气尽宝，有四民犯进，物系正心一意。啊，就是时啊，就是有一个时候啊。 啊，这个代行立松啊，这个就是关联啊，到任的意思。这个立啊，叫立领啊，立领就是关联啊，去任职啊。那么他去那个地方啊，到任啊，去就任啊。那么这个是指松江府啊，松江府。 那么代理巡抚啊，这个就是代理巡抚啊，就到了松江府赴任了。那么赴任呢，除夕进报啊，这个除夕就是过年啊，我们每年、啊、我们农历最后一天呐、啊，就是除夕，第二天就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了。 啊，那时候官方啊禁止民间呐、啊、烧这个爆爆竹。那以前那个爆竹啊，不是鞭炮啊，我们现在是用那个鞭炮啊，有烟硝味，不是不是那个现在的鞭炮。古时候的爆竹呢，它是竹子啊，竹子啊拿来烧啊，烧了那个竹节啊，那个爆开啊，爆开就有声音了。 啊，那个叫爆竹啊，在古时候啊是，烧那个爆竹啊。我们以前看这个春联呐，还有啊，一声爆竹除旧岁啊，那这个啊，爆竹一烧啊，它一爆啊，那就是说呢，一年过去了啊，迎接新的一年了。 那么这个就类似我们现在呢，很多地方你不能放鞭炮啊，啊，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一个规定一个法令。那么有市民犯禁啊，那个地方的民众啊违反这个禁令啊，他去烧这个爆竹。物系正心于意，那物就是说。 误抓了，一一误会啊啊！这个这个戏就是把他抓起来啊，戏服啊，啊，顾正兴啊。这个这个被被抓到牢狱里面去了。那后来才知道呢，是不是抓错了啊，那不是他，那刚好他被抓进去牢狱啊。 那牢狱的情况被他看到了啊，所以见狱中之寒者给以衣啊，就是哇，看到牢狱里面的、啊、有的是冻得都没衣服穿了啊,啊，他就请家里人呐、啊、送衣服来给他们穿了、啊。啊，这个饥者给以数啊，数就是这个。 我们吃的粮食了，啊,啊，五谷杂粮这一类的，啊，素就是粮食、啊。那鸡的有的，在监狱里面呢，那没什么吃的，啊，这个营养都不足了，啊，所以就供给呀他们粮食，啊，让他们能够吃饱。最可数者，代为完纳。 啊，如果有人犯罪了，他他就里面问了、啊，啊，在里面刚好他就是去了解这些情况了、啊，啊赎就是说，如果可以用钱呐、啊，啊这个这个去赎赎他的罪的，那就替他付钱给官方，啊，然后这个罪犯就被释放了。 啊，就像啊，像我们现在法院呐、啊，你要交多多少钱呐、啊？交保啊，这个这个就释放出去啊，那就代为完纳了，那罚钱呐，啊，有人替他罚钱了、啊、那就不给他关了。灵圄居为一空啊，这个灵圄灵圄啊，就是指监狱了，这个灵圄。 所以这个囹雨啊，就是牢狱的意思啊，囹就是牢啊，那个很牢固的牢啊，这个监狱啊，牢狱啊，那被他这样呢，啊，花钱去去去缴罚金啊，那很多人都被释放出来了，那那个监狱啊。 啊，牢狱啊，几乎快快没人了啊，鸡尾一空，几乎快快没有人了啊！又兼之修葺浴室啊，那个浴室、那个牢狱啊，都是很简陋的啊。他就捐钱啊，给政府啊啊修葺啊，这个修葺啊，就修补了。 啊，哪些地方坏的啊？修补修补嘛。那罪犯在里面呢、啊，也住得好一点嘛。啊，所以修气意识，往往施恩以不报之地。那他布施这么多恩惠给人呐、啊，他也不要求人家来回报。啊，没有求人家报答、报恩这样的心。 那后面就是他的果报啦，啊！后两台上其事啊，这个两台啊，是明清时期呀、啊，两司啊，是一省最高官署啊，这个掌管民政兼财政啊这样的单位啊啊是的，承宣布政史司啊以及。 长理啊，行名的暗查史司啊，这个两个司啊，就是现在讲两个单位啊，所以并称两司。那么也分作了翻台跟萧台啊，这个叫两台了啊。那么这个这个两台的关联呢、啊？ 知道这个事情啊，那把这个顾正新这种善行啊，往上面报啊，两台上级市啊，就是往上面报，往上级报啊，那报到皇帝那里了。清授光禄署臣从事乡贤啊，这个光禄署臣啊是官名。 啊，从七品啊，就七品官了。他、啊、他也当上官了。啊，从事相贤呐，这个从事就是这个祭事啊，户祭啊，相贤呐，就是品格学问呐、啊，啊，被这个一个乡里的人所推崇的人，啊，所推荐。 所尊重的人，啊，所以这个清朝的制度啊，乡贤末后啊，有大力提请谥以其乡，啊，称为啊乡贤祠。啊，殁后就是他死了以后啊，啊，那么户祭于乡贤祠啊，那这个乡啊，他给他立一个祠堂。 啊，大家如果去去去，呃，花莲游玩呐、啊，从这个中横啊，中部横贯公路过去啊，那、啊、一个旅游点叫长春池啊，啊，那个就是修那个路啊，牺牲的这些啊，退出役官兵啊，啊，所以立个祠啊，来给他祭拜。 纪念他们啊！那这个从事乡贤，他说这个乡出这么一样这么一个贤人呐、啊，那值得这个乡的人呐、啊，大家都给他立一个祠堂，给他祭祀啊！那他是这个顾正新啊，做好事啊，有好报。那么下面呢是。 周安氏居士啊，一按照这个公案，他又提出范氏一田流芳千古啊，这个范氏啊，就是宋朝啊范仲淹呐啊，这个、很有名了啊,啊，大家应该有听过啊，他是西元九百八十九年到一千零五十二年。 啊，他是宋朝的名臣啊。那这个有关这个呃范仲淹的故事啊，啊，在历史上啊，啊是有名的啊。那这个范仲淹，他也是购置一田，流芳千古啊，就是他买了很多田呢、啊。 他这个义举呀，啊，做这个善事啊，他这个芳名啊，流传千古，啊，到现在呢，啊，大家都还知道，啊，所以印光大师以前也很赞叹啊，这个范仲淹呢、啊，他们范氏家族啊。 家道啊，八百年不衰，代代有贤子贤孙出来，你看他那个德啊，积德厚。那另外呢，印祖站、啊、在一个清朝一个状元，啊，家道啊，传了三百年，啊，所以流芳千古。那下面讲呢，男子及同性未必。 及异性啊，那么这个范氏啊，啊，就是范仲淹啊，那么他照顾的啊，他们的家族同姓啊，姓范的家族，以前都是大家族啦，啊，一个家族至少几百人，上千人，一千多人都有。 那家族就比较贫穷的啦，买不起田地的啦、啊，他的购一田呢、啊，让他们去耕种，啊，那等于说买田地送给他们了、啊。那这里周安世纪是讲啊，啊，他的评论啊，就是说，但是他只指一啊同性，啊，未必及异性，异性就那不是性犯的人，他就没有。 没有达到了，只有他们这个家族啊，啊，所以下面再讲啊，未必至四万有余啊，啊，也就是说，范仲淹他购置一田呐、啊，就可能没有到四万余一亩啊。 啊！但是这个顾今所为啊，顾正今所为啊，何其卖啊！这个卖是超过了他买那个玉田啊，超过宋朝的范仲淹了啊！啊，这个前人而皆出乎啊啊！但是超过前人呐啊,啊，他这种义举呀啊,啊，意思就是哎、欸，超过宋朝的范仲淹呐、啊。 啊，那个那他买这么多的田，啊，而且他是在这边服劳役的啊，这些这些这些农民，啊，不是只有捐给他们宗族的人，啊，是是宗族以外的人，他都捐给他们，啊，所以那比前人做的更更殊胜了、啊，杰出就是更殊胜了。 啊，即福报啊，那这个是转世机制啊，以他修的这个善，根据他修的这个善所得到的福报，来根据经典来对照，此时定在六欲天宫，飞行自在，享无极之乐一样、啊。 啊，他说这个孤真心现在可能在六翼天宫啊，六翼天宫啊，这是欲界六层天呐、啊。啊，第一层四王天，第二层刀立天，第三层夜魔天，第四层斗帅天，第五层化乐天，第六层他化自在天啊，啊六翼天的他化自在天呐、啊。啊，那飞行自在啊，享无极之乐啊。 啊，享天福啊！啊，享天福啊，这个叫人天福报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公案呢、啊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。顾正兴这个公案啊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公案：独成盛举，名福州徐鲁辉富而好师，识杭州。 重建戒坛，所会不知，不按两师，遭富民劝募，鲁辉愿独立认之。现常阳继宗问故，鲁辉曰：“人有子不孝，虽有所积，必属他人。” 何如干此盛事？后世渐渐享用乎？况才为愿所，无子无才亦无愿所。为时非爱之也。遂与白金签订信，两师共叹其明达，特设席后堂，邀同僚。 宴之，赋以彩仗亲送之归。闻者莫不倾慕。啊，那这个也是属于舍财作福了。啊，这个独成圣举，独就是单独啊，啊，去完成啊这个殊胜的善举。 那这个公案呢、啊，是明朝啊，明朝时代，福州啊，福州这是现在啊，浙江省啊，浙江省有一个福州啊，这个三点水，嗯、啊，湖水的湖啊，福州啊，这个福州呢，我印象很深刻啊，因为。 之前呐、啊，到这个余姚佛教祭祀点，啊，每一年呐、啊、都是去做两次法会啊，啊，很多这个福州啊来的啊，居士很多啊，他们都租游览车来啊，啊，所以每次碰到啊啊，我都问他你们从哪里来？从福州啊？我说哪个府啊？啊，就是这个府。 湖水的湖啊，所以对这个福州啊印象特别深刻啊。那这个是明朝时代啊，明朝时代这个福州习鲁辉啊，这个先生啊，他姓徐，双人徐，鲁辉这个他的名字，富而好食，啊，那这个是很难得了。 啊，这个现在呢，有钱人他喜欢布施的不多啊。啊，现在说真的啊，没有钱的人布施的比有钱人多啊。啊，所以富而好施就很难得了。啊，这个这个有钱人啊，他总是希望把财富留给子孙呐，啊。 那这个是一个大善人啊，懂得有财富，懂得布施，那他来生的福报当然就比这一生又更大了。这一生继续修嘛，这一生的福报是过去生修的嘛。财布施得财富嘛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 是杭州重建戒坛啊，这个戒坛啊，这个我们佛弟子啊，有些受戒的同修应该都知道啊，这个戒坛啊，属于受传授出家戒啊，戒坛受戒的坛场啊，结那个坛啊坛场。那么幻云呐、啊，幻理叫做曼陀罗。 啊，曼陀罗啊，翻译中文是坛。啊，像我们中国道教啊啊，坐教啊，它然就搭这个坛。啊，那么高足之固云坛啊，就这个坛就是它盖的比较高。啊，所以这个密宗啊啊，很多都要结坛。 啊，那么结盟啊啊，做受戒忏悔啊，这个大家如果去南投圆通寺啊，国清律师，他那边受这个比丘戒都要登坛受戒啊，登坛受戒啊，那他特别要、啊、去建立一个坛啊，高高的，然后受戒的戒子啊要。 这个这个上去啊，上上去那边忏悔受戒。这个杭州啊，这个杭州呃，这个就很有名了啊。这个，嗯，同修如果有去过大陆旅游啊，啊，在浙江啊，那这个杭州啊，这个旅游点呢、啊，也是必定会安排的。啊，在俗话讲啊。 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啊！啊，一个苏州，一个杭州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杭州啊啊，这个杭州西湖啊，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啊。在杭州啊啊，重新建立一个戒坛，所谓不知。啊，这个。 师就是我们现在讲估价了啊，那估价说这个盖一个坛要要多少钱呢？啊,啊，那么布案两师啊，这个布案两师啊，分别就是布政师跟按察司。啊。这个布政师啊，是陈宣布政史诗的简称啊，就简单那层的布政师。 啊，发布这些政令的啊，一个机关呐，啊，明朝初年设置的，啊，就是长理一省民政的机构，啊，就类类似我们现在啊，这个这个民政局啦，啊，或这这个这个内政部啊这样。那么主官呢、啊、称为布政使，啊，那么按察使啊，这也是一个官职的名称。 啊，是属于司法的啊，现在像司法院的管司法的啊，叫做暗察司。那么布政司跟暗察司这两个司啊，就招富民迁墓啊，招就是他就召集了召集这些比较比较有钱的呃民众啊啊,啊，来来来迁墓啊。 啊，来募款呐、啊！啊，要把这个戒坛呐、啊、盖起来。啊，那这个富人被找来了啊，找来啊，就是哎呀，大家花心吧，啊啊，出钱呐、啊。那么鲁辉啊，他他还是有钱人，但也被找来了啊。鲁辉愿独立认知啊。这个鲁辉他就是他花愿了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我一个人来就可以了。” 啊，他自己包了，自己出钱了啊。那么县长啊啊，这个县长啊,啊，这个宪法这个县呐啊,啊，古代啊，中央监察机关的首长啊啊，这个秦汉以来啊啊，就是属于御史大夫啊，就像我们现在那个监察院呐、啊。 啊，监察院长啊这一类的，啊，这个县长杨继宗问故，他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出这么多钱呢？”啊，问他的缘故啊。那有钱人呢？别人也很多人都有钱啊，那为什么那你你自己一个人全部负担起来呢？ 啊！问他什么缘故啊？鲁非曰啊：“啊啊，那么这个鲁非啊，这个妇人呐、啊，就回答了啊：人有子不孝，虽有所积，必属他人。何如干此盛事，后世渐渐享用乎？”啊，这一段就是他的。 他答复啊，啊，他说说一般人呐、啊，有钱呐、啊，他这个财富不肯做好事布施，那不肯布施，到最后给谁呢？给他的子孙呢、啊？啊，给子女呀、啊？啊，那这个卢会讲啊。 人有子不孝，如果这个子女他是不孝，不孝就是我们一般讲啊，嗯，败家子了。好，我们仔细去看呐啊，富家的子弟啊，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，因为他生下来就是很有钱呐、啊，那也不用辛苦。 那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，那会怎么样呢？他就花钱无度啊，就奢侈浪费啊，啊，乱花钱啊，啊，那到最后呢，那些财产都被败光了啊。这个在社会上我们也看到很多。那么另外呢？ 父母死了，留下的财产兄弟争了，啊，亲兄弟骨肉为了争财产就变成仇人了，啊，甚至告到法院去了，啊，那现在这个这个还有儿子去告父亲的，告什么呢？那那那财产分给他太少了、啊，所以去告啊，啊，所以。 这个徐汝辉啊啊，他很有智慧啊啊！他说：“人有子，如果不孝啊啊，不是好的子子女啊。你虽然呐、啊、累积这些财富给他，到最后他给你败光的，还是属于别人的啊。” 啊，或者现在讲都拿去赌博啊，那输光光了、啊，那不是又变别人的吗？这很多啊，啊，所以富家的子弟啊，要出好的很少，不多啊。那真正事业有成就的、啊，你仔细看呐、啊，都是穷家庭出来的，吃过苦的啊，他能创业。 啊，所以这个在这个格言联璧也讲啊啊，那个子孙若不孝啊，留钱给他干什么？哦，他他他给你乱花，那你让他去造业呀、啊。那子孙如果很好，那留钱给他干什么？他自己都会赚了，会发达了啊。 啊，所以不如啊积阴德给子孙呐、啊，那、啊、就做好事啊，啊，以后他们自然会发达了，啊，辟印呐、啊，子子孙孙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做法是正确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徐汝辉他就是懂得这样做啊，说何如干此甚事？他说如果留给子孙哦，那不如拿来做这个这么舒顺的事情啊，盖这个戒坛呐、啊。 啊，给人家受戒啊，这个福报很大啊。然后呢，把这个阴德啊，这个福报啊，让后世的子孙他们慢慢享用啊。有修福积积福给他们呐、啊，啊，他们没有钱呐、啊，慢慢他们自自然会发达啊。这个正确的啊，这个这个历历史以来啊，啊这些事实的例子很多。 啊，的确啊，子孙代代都出人头地啊，祖先呐、啊、有积德，况财为怨守啊啊，这个财啊啊怨守就是怨恨聚集之处啊。一句俗话讲啊，一家饱暖，千家怨啊。 啊，你自家很有钱，周边通通很穷。啊，那人家呢，看到你这个富人呐、啊，哇，这这都能享受啊，他们这穷的饭都吃不饱。啊，所以一家保暖，千家院了。啊，那佛经讲的更详细了，财为五家共有啊，啊，不是你自己的。啊。 五家政府一份，小偷强盗一份，水灾一份，火灾一份，败家子一份，五家共有。啊，所以财是验手，无子无财亦无验手我的子女如果没有钱财啊，他那没有人会验认他们呐、啊。 我都不失光了、啊，都做好事了、啊，啊，人家呢那个攻击的目标就没有了啊啊！如果你一家很有钱呐、啊，所有的人都都没有钱，那真的一家饱暖千家宴呐、啊，都都是怨恨你啊！喂食啊，这个喂食就是胃肠了，非爱之也。 我这样做，未尝不是爱子孙呢。我积德给他们呐、啊，比积财好啊。积财未必他能守啊，那积德给他们，他到时候他自然会发达，是正确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我这样做啊，未尝不是真正的爱护子女。那说真的，这个是真正爱护子女。 啊，有人说留有有时候啊，留钱给子孙啊，其实是害子孙啊，害他不能长进啊，啊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，乱花钱啊，很快啊，那个财产被他败光光了。那那不如替他修福咯。啊，是真正爱护他们。 那么这个话说完了，以白金千锭啊啊，这个千锭啊，这个也是计算啊块状物的单位啊。这个古时候啊，计算啊，就比如说两锭白银啊，它这个是白金啊，千锭啊啊，这个线啊线就是金线。 他就现出来了，两师共叹其明达，啊，这个这个两师啊，布政司、按察司啊，啊，他这个这两个政府单位啊，都共同赞叹呐、啊，他真的是明理通达的人呢、啊，明达，啊，这个不愧啊，读圣贤书的人，特设席后堂。 啊，这个后堂就是内厅后面的堂屋，啊，就在他自己家里内厅后面的堂屋设计啊，以前请客啊，请到他家，在他家自己、嗯、家人煮的，这个是低等客人啊，请吃饭呐、啊，请到他家啊，他家人煮的。 这个是最上等的客人啊！那一般的客人呢？是餐厅啊，请他去餐厅吃饭啊！啊，所以社席后堂啊，要同僚宴之啊！啊，同僚就是他们，就是当官的啦，这些这些官僚的啊，这些。 同仁呐、啊，那么办这个宴席呀、啊，来啊，请这个徐汝辉啊，就是感谢他的发心啊，互娱彩帐啊，那彩色的帷帐啊，轻送之归啊啊，好像彩带啦、啊、这一类的啊。 那也是对他一个奖赏啊！啊，闻者无不倾慕啊。那么听到的人呢、啊，没有一个不钦佩、不羡慕他的。你看他这个大好人啊，啊，做善事。那么下面这个。 专完是几次在案啊？按照这个公案呐、啊，做、这个评论啊。大宝积经云呐、啊：“吾不舍财，财将死我；我今当死，另作兼财。徐君已作兼财矣。”大宝积经里面说佛说啊。 无不死，才才将死我啊！就是这个才我不死出去啊，那到最后啊，那个才会死掉我啊。嗯，那死掉我，就是如果我们死了，那就把我们死掉了啊。我们再生的时候，你不死才、啊，将来才就死死去我们了啊。所以我今当死啊。 那我现在应当就要舍财啊，舍财做福，呃，另做奸财啊。这个奸财就是坚固、牢固、结实啊，就是所有的财富啊，五家抢不走啊。这个国王啊，政府、水灾、火灾、盗贼啊，败家子抢不走啊。所以布施啊，《佛在经上讲啊》。 记在肩牢库，最保险的了啊！所以以前我讲这个十三年道经来讲到这个一段啊，五家抢不走。啊。我说这个现在人都要投保嘛，投保险啊。我说那个投保险呢，未必有保险啊。 啊，但是呢，你投这个佛讲的这个五家抢不走的，那这个真保险啊！啊，那真的是这样啊！所以徐君已做兼财呀、啊，啊，他的财富谁都抢不走啊，五家都抢不走。做好事，将来他必定得很殊胜的果报。 好，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公案啊，乐思不倦啊，这人面数啊，这这条公案呢、啊，就是很乐意布施啊，不见就是不会感到说这个哎呀，布施到啊不想布施啊，他。 越不施越越快乐啊！啊，不会感到厌倦啊,啊！这个是浙人面述啊，这个浙人就浙江人呐、啊，当面给周安来书是讲的啊，当面跟他讲。我们看这个文：明末浙江时母好善乐施，有喜灾生，时有四僧大成。 目斩饭供众，道经史家门首，史若见饭少，必以己饭足之。如是历有年所，毫无厌心。啊，我们先看这一段啊，这个是公案呐、啊，是发生在明朝末年。 那么周安世居士也是那个时候的明末清初的人啊，康熙年间呢、啊，啊明朝末年啊，下来就得康熙了。那么浙江石某啊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姓石，历史的石，好善乐施啊，他很喜欢布施啊，遇到好事啊，他很乐意啊，来布施。 有喜斋僧，那有有就是特别啊，特别喜欢斋僧啊，请这个出家人吃饭啊，那他特别喜欢啊啊！我们一般讲啊，打斋供众啊，十有四身大臣啊。那当时啊，有一个寺院的僧人呐、啊，法号叫大臣，木斩犯供众啊，那么就是去劝木了、啊。 啊，也是去募募这个灾患的钱呐、啊，来供养大众啊，就是化缘呐、啊。那么这个道经史家门首啊，那个道路啊，经过史家的门首。那么他这个募款啊，目前啊十啊这个十模啊，他如果见饭少。 啊，看他这墓园啊，墓的比较少，啊，那不够试验大众吃，啊，那他必定啊，把自己的饭呢、啊，把它补足，啊，看他试验的多少人，然、那、后、个、把它补足，啊，补到呢，大家都够吃，啊，有时候牧的多，也都牧的少，啊，但是。 那经过他家呢？啊，不够的，他全部他负责给他补助。啊，如是利有连锁啊，这个连锁就对年数了啊，这个经历很多年啊，这都一直布施啊，那真诚心在布施上。毫无厌心啊，这个他没有。 厌倦之心啊，没有说哎呀，怎么又来了啊？他没有这个心啊。这个就像《了凡四训》呐，一个一个道人呐、啊，去给一个老太婆啊啊，要那个饭团，每一天就去跟他要要一个饭团，三年了，天天要。那老太婆天天给啊，没有说给一段时间，哎，你你怎么又来了？怎么没有到别家去啊？专门到我家来。 那三年都给他。后来经过三年呐，啊,啊，那个道人呐、啊、是仙啊变的啊，来给他做好事的啊，就给他指点呐、啊。他们家后面有一个谢啊，种下去了，子孙呐、啊、就发达了啊。这个这个这个子孙呐、啊、都会贵显啊，都中状元了啊,啊。那个就是。 现在这个福建呐、啊，莆田呐，啊，福建莆田呐、啊，这个姓林的啊，就他们祖先呐、啊，做这个好事啊，这子孙代代啊发达。那跟这个跟那个公案呐、啊，也是一样啊。那这个一日啊，夫人做草啊。 啊，这个夫人就是这个石磨啊，他的夫人，他的太太啊，坐草就是这个快临产了，要要生小孩了。见大臣步入房中啊，众骇异啊，那看到这个僧人大臣呐、啊，那走进去他他们房间啊，大家看到很惊讶啦。 哎，这个出家人怎么走进去夫人的房间呢？所知无有，所就是搜寻啊，去找。哎，他明明看到那个来化缘那个四生大臣、僧人呐、啊，啊，进到夫人的房间，啊、大家怎么找都找不到，啊，所以所知无有，找不到。而,而产妇生男。 而,而而就是没有多久啊，他这个夫人生产了啊，生了一个男孩，即遣人终极之啊，这个终极就是按照行踪影迹追查追寻啊，就是不能生产了。 啊，那看到那个大臣从那边走进来又不见了，那根据他走过的这个踪迹去追寻，啊，那追到这个寺院去了啊，而生已是日回首已呀、啊，啊，回首就往生了啊，那大那个夫人生的那一天呐、啊，就是那个。 大臣生人，他往生那个时间，那这个就很明显了啊！他那个儿子是这个生人了，给他化缘那个生人去他家投胎了，当他儿子了啊！所以回首就是死亡啦，死啦啊！那他那边死了，他家里生了。 啊，遂以大成名之，所以他那个孩子生下来了，那个名字就起着大成啊，就是那个那个出家人的名字大成。幼盛聪慧啊，那个幼年的时候啊就很聪明，很有智慧。如胎斋啊，这个如胎斋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胎里素啊，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是吃素了啊。 这胎里素，啊，当然出生啊也都是吃素了。及长啊，就是长大以后，文艺日隆啊，啊，这个他的文章名义啊，这个不断的啊兴隆了。文艺日隆啊，啊，每一天都进步。自顺治间呐、啊，啊，这个顺治啊。 就是清朝啊，早期的皇帝啊，顺治下来就是康熙了。啊，顺治皇帝啊，那个期间呢、啊，大魁天下啊，这个大魁就是科举考试殿试第一名，称大魁，就是中状元。啊，就是古代啊，进士第一名就是状元。啊，这叫大魁天下。 那么这个公案啊，下面专师居士啊，按照这个公案啊，做个评论但行善而不信佛，其所修福，是则莫为第三世之愿。何则？以彼第二世享福时，必然造孽，是第三世接受苦报也。使君。 言从佛法中来，故虽遇荣华而不昧。那么这个评论啊，周安是居士讲啊，但行善不信佛。我们看社会上啊，很多慈善家啦，啊，他们不信佛。 但他做很多好事啊,啊，啊，这个叫行善不信佛。那不信行善不信佛会怎么样呢？其所修福，他修的现在做善，将来来生他就得到福报。那四则啊，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呐、啊，明理的人呐、啊，目为第三十业。目就是说，看的就是他这一生修福。 来生享福，那享福的时候没有学佛啊，没有佛法的指导，他就不知道继续在修啊，不知道继续在修，他享福的时候啊，就糊涂了，就迷惑颠倒了，又造罪业了。那福报享完，罪业造多了。 那第三是又堕到恶道去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很多有钱的人呐、啊，大富大贵的、啊，大部分都是这些属于这一类的。啊，很多有钱的人，你劝他来信佛来布施他，他不干啊，他他他,他不愿你啊，但是这一生呐、啊，他福报落的详尽呐。 啊，恶业造多了，因为有钱，他造的恶业的机会就越大了。那没有钱那那那造没能力啊。啊，我们不要讲别的，就讲杀生吃肉好的。那有钱人哇，那大鱼大肉啊，啊，光光那个命债就不得了了。那其他不用谈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是第三时间。 啊，所以学佛的可贵就是在这里。学了佛呢，哎，有钱知道继续再修啊，那不能不能享福啊，有福报了还要修福啊，要造福啊。啊，所以这里讲的很清楚，何则呢？以比第二次享福啊，你你行善没有信佛，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指导。 你想福的时候一定糊涂，你就造孽。难道第三次又受苦报了啊？啊，所以这里讲啊，使君言从佛法中来，故虽遇荣华而不昧。这使君为什么他有钱肯布施呢？过过去世就有邪佛了，这一生又邪佛，所以他荣华富贵呢，他不糊涂啊，不昧就是他不糊涂啊。 他头脑很清醒啊，知道要继续修啊，不能享福啊，啊，不能积财给子孙呐、啊，要积德给子孙呐、啊，啊，这个都是得利于学佛佛法的指导，他才懂得怎么修啊。一般行善不信佛的人，他就不知道了。 啊，往往就是张力啊！我们现在社会上你看的太多了啊，特别那些有名的明星，哦，身价都高，那个也是过去生他有修行善修福啊，那不幸福啊，啊，不要到来生啊，这一生啊，看晚年啊。就很惨了。 好，那么这一句啊，修善、修福啊啊，这个三个公案啊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。啊，下面这一句是正直代天行化。啊，一个人正直啊，他就能代表天来实行啊教化。 啊，教化人民呐、啊！啊，下面我们看发明：正则无邪，直则无曲，故天之所以为天也。匹夫而能正直，即是顺天之法，其必居位临民，若欲代天行之，非操有为之权。 与德为之事不可啊！到这里是一段啊，这段发明啊，这个正直，代天行化啊，这个毅力正直无邪呀、啊，正就是正确的啊，邪是。 偏邪不正确的啊，我们佛法讲啊，邪知邪见啊，我们学佛啊，要学正知正见啊，那正他就不邪了啊。好像这个你一个竹竿弟子啊，那个立的正直啊，那个偏这边偏那边啊，那都叫邪了，他已经不在这个。 正中了，偏掉了，偏斜啊！啊，所以无邪啊，没有偏邪，正就是没有偏，直则无曲啊，那没有弯弯曲曲的啊，这个很直啊，所以称为啊正直。故天之所以为天理啊，啊，这个。 匹夫而能正直，即是顺天之化了啊！这是匹夫，就是我们一般人啊，如果你存心是正直的，那么就是顺天之化啊。这个顺就是遵循了啊，循这个天理啊。我们一般讲啊，天理良心呐啊，天理就是正直，化呢就是教化了。 啊，你自己正直啊，那就可以顺天之法啊，顺着这个天理啊啊，教化别人呐、啊。所以《太上感应篇》里讲啊，正己化人啊，你自己正直了啊,啊，那才能去感化别人啊。如果自己不正直，弯弯曲曲的，我们也教化不了别人。 啊，自己都没教好，怎么去教别人？啊，所以这个必须是自己啊做到正直，那么就是顺天之化了。啊，就是时时刻刻都在教化别人呐、啊。啊，其必居位临民呐，啊，这个居位临民就是。 你只要正直，就是顺天之化了。啊，那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做官呐。啊，机位就是你在那个官位这个职位上，啊，黎民就是说去去治理人民。啊，那啊，不一定要这样。 你只要正直，你就能够教化人民了啊！不一定说你当官才啊有这个官位，有这个权势才能去教化人民，那不是啊！你自己做到正直啊，就能代天行化了啊！这个就是“临民”啊，自治自,自民”的意思啊！这个我们一般讲啊，办政治啊。 啊！若欲代天行之啊，非操有为之权，以德为之士，啊。操就是控制、掌握啊，掌握这个权势势力啊，指高位有势力的人啊。这个意思就是指掌握了公权力啊。那么他具有政治地位的人啊，这个是。 不一定啊啊，要在那个地位上啊如果在那个地位上，你你你有公权力，你有政治权利。但是你人怎么样呢？不正直，偏心啊啊！像现在讲的司法不公啊。 啊，你这个办这个司法不公正，双重标准，这不正直啊！那不正直，你怎么去化人呢？啊，人呐、啊、不服啊，啊，人心不服啊！啊，那你要正直啊，啊，人心才服啊。所以有官位的人呐、啊，特别有权势的人，更要正直啊。 啊，你不正直，那你这个正直就办不好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啊，代天行化啊，这个代啊，就代替了啊，代替天来啊，施行这个教化人民。其次，占天意之法育，以天地参，占天地之法，以占之帮助。 辅佐的意思啊，这、就、个、是、帮助这个天地呀，啊，化育生长。啊，这个《礼记正例》里面讲啊，公与天地相参，互相参政啊。那么意思也就是说，你这个德行啊，可以跟天地啊相配了啊。因为那个天地人呐、啊，人称为三才。 那人凭什么是三才之一呢？啊，凭这个德行了、啊。啊，如果没有德行啊，那那那就不是三才之一了。啊，所以人要德行。啊，所以这个要以天地参。啊，所以一种人呢、啊，着力在。 行字啊，一行字中便有经营谋划、因时制宜作用；万下慈祥为为国具，则代天行化。事但就倾向言啊，倾向就是执政的大臣了啊。这个万呐、啊，就是反复体会了研讨啊。那么一种人呢、啊，着力在行。 那么这个行啊，就实行啊。那么这个行的当中啊，它就有经营谋划在里面了、啊。啊，就因时制宜啊，啊，根据啊不同时期的情况啊，那么采取合宜的措施来应对啊，这个叫因时制宜。 这个万下慈祥为国计，啊，代天则代天行化，适当就倾向也啊。那这个一段呢、啊，啊，这个讲的呀、啊，代天行化呢，似乎啊啊，就是这个做官的来讲的啊，都。 做亲做相的啊，有这个公权力的啊，这执政的大臣啊，那似乎啊，是对这些人来讲的啊，那当然这些人是主要要责任了啊,啊，在朝啊啊，那么我们在也啊也能做啊，民间做，当然政府做嘛啊，他有公权力嘛啊，他有资源嘛，他来做。 啊、当然是最好的啊，最理想。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啊，这一段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啊，我们再来学习啊。这个正治代天行化啊，我们今天就先学习到这里啊。那明天晚上啊，到三重经中协会跟大家学《无量寿经》讲记啊。那这一次啊啊，我们按时前书就学习到。 这里告一个段落，啊，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，啊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欢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